那在我们冰柜的部分哈，我们知道罹难者的数字不断的往上攀升，那我们冰柜的部分现在暂时都还够，那我们也有协请相关的殡葬业者，还有请一些医院来做相关的支援跟协助，我们希望能够来支援我们前线在抢救的这些人员哈。那如果真的遇到不幸的部分，我们要妥善的来把它做相关的安置。